我是公馆列车长，在110年1月2号，双山站双的20:12出发的是48次经花东新港台东的普悠玛，哎呀，泰鲁哥讲，泰鲁哥讲，在双山站停靠哦。天佑1014加跳铃声，猴子太有个自强啊！48次九花灯上台东，在双方的水切割完就能拜拜。